我们来介绍一下本次的评审，可以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第一位评审是梁小猫，日系偶像舞蹈团体风铃风铃的团长，也可以叫他小林哦。来，请刚刚跟大家挥个手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好，那第二位来介绍的评审是细花迷 cosplay 的资历18年，担任过海外各国 cosplay 大赛嘉宾评审，常任同人圈内各类的 only 及茶会主持活动的 coser，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下一位评审是白若儿，担任过高中社团讲师，以及获得2016年巴哈姆特和伊林 cosplay 团体组第3名，希望能给予就是大家很多建议跟帮助。来，准备好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大家眼睛打开。